么还凶啊？神共愤，最后剃光头出家，剧情一定要走到这种地步吗？那时候八点档还没那么多的时候，二十几年前嘛，然后你演这么久了。我演26年，啊，怎么都一样啊？对啊，你怎么长得都一样，怎么都没变呢？我的妈！26年了，我真的受伤，现在脸水肿。自己受伤怎么了？我拍摔倒，我缝了18针呢。受伤，我寄一盒那个水纯纯给你。真的吗？消水肿，哎，还没上吗？对，还没上。他受伤要消水肿，还没上是吧？没有，我真的脸是肿的，我现在在镜头上都是肿的，我现在看得出来吧？很泡泡的，不会。不，真的不会，因为我们这边有小玉姐的，有我旁边你靠，有在他脸算小的，是因为没有水肿的时候脸更小，真的。哦，对，我现在是因为没事啦，还是很美的啦。啊，怎么剃光头？你剃过光？因为我眼太坏了，坏到你不剃光头，其实没有办法导正社会的教育啊，真的。那时候你们应该都还很小，台湾阿星，我们真的台湾阿成，1999年到2000年的时候，哦，那个陈兆荣，那个时候就是陈兆荣，然后苗可丽演我妈，我就是把钱就砸在她脸上，叫她去卡比亚的那种，哎呦，真坏，这么坏，我叫她，我演坏女人，对，我是大反派，哦，大反派 ，Oh my god， 对，所以说，哦，对，我剃光头，真剃呀，是真的剃，嗯，然后真的剃，我还被剪到耳朵。然后不能，而且这么倒霉。这场戏呢是真的剃光头，是我们拍了一整天，因为那个寺庙他是不愿意让你拍戏的，不愿意让你假的，所以我们是从头到尾就是 keep low， 就是一直录整个，所以我是真的被剃度了。没有啦，应该没有吧？头发没长出来的地方，应该就是有戒。没有，那就没有。光头头型要很漂亮才有办法。来，日常生活当中竟然收到血书的诅咒，公安局啊？对，因为现在有网络嘛，所以说现在就是大家都会在网络上攻击，人身攻击啊，或者是什么。可是我们那个年代。那个时候是没有智慧型手机嘛，没有，所以大家就会用寄信的。那他就是用血，用他咬，用血，真的是亲自写的。你还不知道他是哪里的血？我不知道，那个量很多吗？那个血的量很多。颜色，那个时候在中影文化城的时候，很久了吧？中影文化城那个时候还不知道那是血。可是它是血干掉了之后的那个颜色，就从那次之后呢，三立其实我因为我真的太坏了，从那次之后我说的心件都过滤，因为怕说会里面会有一些打开会有什么粉末、毒品之类的，大家怎么那么气？炭疽粉末，因为很坏，我那时候真的很坏，而且以前的坏最坏的是大逆不道哦，对，刚就讲啦，把婆婆推出去叫那去嫖，妈妈对，丢钱在她脸上。那你那时候走在路上，大家会对你很不尊？我那时候去做秀的时候，都会有8个保镖是厂商那个厂商派的，在我的周围，因为动不动都会有人想要打我。然后有一次上台的时候呢，就是最后下要跟大家握手的时候，我的就像这样戴个戒指，然后我不知道他是讨厌我还是太喜欢我，我真的搞不清楚。握手的时候我差点被推下去，后来他们从后面抱住我，然后结果我戒指不见了，我手一块肉也不见了。血肉模糊，我那时候是这样子拿的，那个血是这样子拿的。天哪！人家是不敢讲，就下台，整块肉不见，还好那时候年轻，复原的快。有拿？现在不行。武器还是什么东西？就是我不知道，人太多了，太混乱了。而且因为那个时候的八点档不多，所以收视率非常高。哦，台湾阿成打巴掌比较稀松常见一点，但是我有。一个剧情是被电到，就是我要去救我的手下，触电的那种感觉。对，就是我要去救我的手下。然后那一场小金也在，也是笑到一个不行。然后他坐在椅子上，全身被绑住，被电线绑住，然后地上有水，我不就是没有注意。然后我要去解他的电线的时候，然后被电到，然后整个，然后就整个这样躺到地上，整场从就正直，然后躺到地上，然后那个导播最后还要拍特写，我整个眼睛是这样子。那个也是很难忘记，好像也有影片。有。哦，哎，真正哦，哎，笑出来看这个。因为换位外人哈，就是要这条。触电。哇塞！哇，这前面很酷，有没有？来喽，来喽，来喽！别烦恼啦，蔡玉如哦，做梦梦想未到，我会对你的证明好表来的，我今晚就该丢出去。什么？
哇，你看脚都有戏，真的，我来了，哎呦，这小金嘛，又来一个，真的行，又来一个，啊，不能笑，不能笑，就连续放电就对了，你也中啊？那你也会没有？他电线拔掉了，刚好特写，多难就，你这个人真正是欠电，欠电啊！我为了这一句，都是当乖乖要听人讲话啊，欠电，欠电。多难，还能动，就是重点，因为后面还有话要讲啊，还不能被电晕，有没有？戏精真的，但我觉得，你是演的是真的蛮像，对，是蛮好玩的那一场戏，对对对。实际生活中有被电过？就是没有啊，哦，所以就是才能揣摩。静电，静电，试试看嘛，对对啦，麻的啦，这个麻的，这个蛮厉害，而且这个镜头，你因为演久了知道镜头有在你身上，你这戏就要 keep 住。他如果这镜头在别人身上，他们其实都站在那边想着，等一下晚餐吃什么？要吃排骨还是要吃鸡？对对对，太喘了，太喘了啊！镜头跳过去，对，又接了又接了啦，不能被发现。又亲又亲，我也蛮常演坏人，坏人啊。那比较刺激的是收过，就在三立的时候收过，信里面是直接包名字给我的，他是记名字，那讲的话就不用讲，那讲的话太难听了。那但是我们演戏不就这样吗？尝试过自己没有尝试过，他也可能是同一组的演员。我怀疑，我深深怀疑。那除了这个以外，我觉得我其他都还好，观众还蛮理智，因为我的坏有时候都会引导到比较好笑的。但是有一次遇到一个比较太疯狂的阿嬷吧，我们在拍外景，然后就拍我一个人特写，然后导演他们都在那边嘛，我就准备回头要拍外景，回头的时候我看到阿嬷一个突然出现哦，拖了一个菜篮哦，他就这样，你们要拍哦，然后就走掉了，就走掉了，拿着那个菜篮还是走很快那一种，哦，重点我一回头看导演群。没有救我的意思，他们都在笑，全部都在笑，在笑。突然间加戏就对，他直接打下去，不认识的，拢黑了，不认识。他说我戏演太坏了，卖他派那个巴瑞，哇塞，被民众修理，蛮常这一模人，傻住了吧？对啦，难免他看那戏太入戏了嘛。小青，小青，有一段影片先看一下好不好？哈，来来来，但你演坏女人哦。笑半天吧。好了，你们玩的比我们还凶啊！对，你们要玩游戏，其实可以参考我们八点。哦，还有还有，不要啊！从来保安组给我洗洗干净，我洗干净。这些都不要，还要滚收水桶哎！滚了，哇！躲起来，哇塞！他干嘛？他要躲起来？他躲起来，躲起来！这个都一样。哎，你的头发。还把他锁起来！你是不是被流窜？我的行转力！这个时候不可能里面有人。对啊，对啊，不要闹了，这个太危险。我真最后麻醉。哎呦！坏人抱怨全责。对啊，辛苦。全餐系列，还以为你都是这样漂漂亮亮的，没有，结果没有，多灾多难。刚那个蛋糕那个画面太 shock 了，下海啦、溪流啊，那种都是小事。我们如果不讲，会以为是综艺玩很大，真的，好大的蛋糕哦，蛋糕直接超大。跟他对话应该这样，哇，我一下已经进耳朵，所以他讲的台词我全部没听到。